創今年新高，帶動價股升77點。不過有間企業發布業績差過預期，佢哋報道。羅渣士傳訊第四季盈利升8.3%，有3億2700萬元，主要係受惠客户用多咗時間喺佢哋嘅智能手機上面，帶動無線耳部收入上升。羅渣士經過回購最多10億元普通股，同提高股息1.1%到每股1.58。羅渣士期內淨增加42000名月費客户，收入升2%，指電視節目傳訊同媒介業務收入就升3%。另一方面，私營季度盈利下跌超過50%，到3870萬元，收入下降6%，到13億7000萬元。零售行業用嚟量度店鋪銷售表現嘅同店銷售下跌7.4%。全年計算 ，CS 由盈轉虧，跌6010萬元。CS 相信近期年偏強勁，業務開始穩定落嚟。信貸評級機構惠譽將希臘國債評級下調至到垃圾債券嘅前一級，而歐盟就首次對唔控制赤字嘅國家施以懲罰。再由陳明賢報導。惠譽將希臘評級由 CCC 下調兩級到 C。係唯一評級以上最低嘅評級，顯示希臘短期違約機會好高。惠譽話：希臘政府就債券新債方案完成之後，希臘被視作技術性違約，屆時希臘評級會進一步下調到違約嘅評級。另一方面，歐盟首次對涉嫌未能採取削減財政赤字嘅國家作出處罰，提議出年終止按匈牙利$85億嘅發展援助基金。I want to underline also that this decision today is to be regarded as an incentive to correct a deviation, not as a punishment. Thank you,